大家好，我是薇薇。明天12月13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双子座的朋友，感情非常得意，而且左右逢源哦。处女座朋友也不赖，在感情方面如鱼得水，另外一半也对你疼爱有加。而天蝎座朋友更是好运当头，在钱财上面也有很好的手气哦。不过三个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意了。摩羯座朋友要特别小心感情，谨防他人的介入。水瓶座朋友要特别注意，有一点小破财的倾向。双鱼座朋友在情绪控管方面，这方面也要多加调适跟留意哦。另外，不同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，这边提醒你：火象朋友是灰色系，最佳数字是8；土象朋友是金色系，最佳数字是2；风象朋友是蓝色系，最佳数字是4；而水象星座朋友是粉红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9哦。